更新了佣兵啊，还没上过线。建议先完成本主线剧情，三个关卡，城堡，还有个军事基地吧。只有一个人现在。建议先通关，按照建议的来。加载游戏哪一个？39、58、54、58。第九章。1、2、3、4、5、6、4、5、6、8、9。救出 Ashley， 好像 Ashley 被关起来了，但是叫他叫不醒。下午好，下午好。好，商人这儿，上回要干啥来着？我都忘了。上回说是升级个啥，合成个啥，太久没玩了，有大概三天，至少没有打开过这个游戏。红色建筑石都没了。下午好，今天下午晚上可能不是我，所以只能早上努力一点了，是吧？没有办法。Ashley， 监控，这个里面还有个宝藏。小岛，其实地图还挺大的，这打了半天。才13章。中午好。火药挺多的了，更新后白金难度下来了，是可以提前手炮了，爽到。弩箭雷送给再生者。手枪子弹、狙散弹，还没有什么需要合的，要不要买一个那啥？合点麦林还是怎么？或者说搞点零件？鸡。偷偷开播，没有偷偷吧？之前还有个冰箱人来着。走吧，好像不怎么需要买吧？需要买吗？买点什么资源？弩箭，要需要一把刀才能合成弩箭，是拿一个大零件，42000块钱。上次犹豫要不要买那个高倍镜，高倍镜和匕首，高倍镜，一个是高倍镜想买，还有一个是红色建筑石。这里也需要一个那个钥匙什么钥匙卡吧。这上面都有那个光明教的教徽，但是这是两个，还有一个是三个的。Ashley 那个门是三个，等级二啊，果然这是不一样的等级。这等级三，这是反锁，高墙洞，不同等级。CQ 比 R 或者连狙好打 ，CQ 比 R 就是 M4 吧。那个用的是狙的子弹，那狙的子弹有点不太够用，这一打就没了。哎，要不要合一个狙的子弹？狙的子弹好像1、2、3、4、5、6，狙的子弹好像不是很够。
哦，来了，来了一点点，这是固定掉落的。哎呦，这个场景我怎么觉得要打再生者，要打再生者，是哪边呢？这边冷冻室有个宝藏，然后这边解剖室啊，肯定是再生者了，这不用说。冷冻室用先来，啊，这边需要一个钥匙卡，那就没事儿。冷冻室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那个居的？那个红外热成像的那个镜子，我记得原版是在人的冷冻室里面。哦，来了，这个登录一下快捷键，登录在这儿吧。这啥？哟，要解这个谜，没得电先去开电闸。这个呢？这好像不用解。哎，这右边是个啥？这个门可以开？不行，从反面开。耶，那哦，电有了以后才能解这些门吧，应该是这样。这个圆圈地图就是准备让你绕了，是哦。你说的有，哎，怎么感觉有震动手柄？他刚刚去这个地方了。我操，这底下还有那个，呵呵，猥琐啊，看懂了。它底下有这个东西，在哪儿？在这儿啊！它可以从这儿爬进去，爬出来，是不是？这是啥？解剖室一级。参照下一步骤：冷冻室内升到二级，在培养室内升到三级。冷冻室、培养室，哎，培养室在哪儿？那冷冻室。二级，冷冻室是二级啊，培养室呢还没到，还没到，那冷冻室就可以去变成二级了，二级就可以开前面那个门了嘛。来，滴滴。中午饭吃了，吃，先变成二级才能变成三级。配电杆，好，准备好那个啥，按一下，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去了。这是二级，那这个房间可以进去了，这俩房间还进不去。电子锁终端啊，去解锁。这是 power。怎么变一下？啊，这样。哥们儿不对劲啊！这样是最多的，但是，哦，我知道了，第一个不能这样，对，这样，然后第二个就可以这样。然后嘞，他肯定要绕进来的，对不对？他肯定是要绕进来。这啥？
哦，这是最后一步。这个二的问题要从二的这里解决。二如果是这样通下来，那么三能不能动下？三不能。啊，三可以。这样就不就对了吗？这不通了？啊，对。啊，行行，虽然肯定有固定解法，但是我反正也解出来了。哎，这是谁？好像很惨的样子。那我这个解了，这个怎么办？这个门怎么办？我拿了钥匙卡，那个再生者才会出来吧？我是不是应该先不拿钥匙卡？再生者就可以无限再生。迪文草里跑出去了，完蛋了。终于全成就全挑战，那么厉害！拿了钥匙就来。钥匙卡，一级钥匙卡。我们先不拿钥匙卡，把那个房间给搜刮一下。这个房间好像就一个钥匙卡，但是我很在意那个房间。这怎么办？这怎么？好像开不开啊？这不着急。对呀，咱们先把这个拿。急救喷雾，你看看。送进去，人家甚至快了1个小时，那么牛逼。哦，哇，好像是不占分数的，所以送不送其实问题不大。没了吗？有个宝物是吧？Oh shit！红色线柱石，厉害了，赶紧给它嵌进去。泉水没用，写到。写不写到用不用无所谓啊，不用写到它也是可以 S 加的，用了写到嘛就是快一点，更快一点。哎呀，这个宝物怎么办？这个宝物，难道说门禁二级？那赶紧去冷冻室呗，冷冻室这儿是门禁一级。去冷冻室把那个狙拿来，不就 OK 了吗？哎，不是这个，跑错了，怎么走来着？这边吧，这边啊。那这个房间我好在意，怎么进去？3个半小时，那么厉害。炸他一下，我怎么跑？哎，这是跑错了，跑错了。哎，没跑错，没跑错。怎么断电了呢？Gotta switch the power. Holy shit！
有限。我操，这几条命这是！哎呀，这样打不行，重来。他是拉闸，他把闸给拉掉了。我说呢，哎 ，Oh shit！ 对，我觉得是。哎呀，你这，我这拿的东西没了。那这边先不合成了吧，还去拉闸，我操，好远。你是什么难度？普通难度，普通难度就这么硬了呀。以前是用麦林强杀可以，不过我没带。是这边吗？啊，不是这个。来了，来了，刺激！妈，起开我这！这个电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现在又停电了呢？我刚才是拉了电闸来着。好，冷冻室。复写一下，要掰两次。Oh my god！ 我不应该摸这个的。Shit again！ 等一下。Holy shit！ 怎么是这个？我跟我讲的不太一样呀。等一下，好了，好像，哇，它有几个电？这个谜题有点难，这个就是，啊，这是对的，哎，不对，这是对的，啊，那它往下不通了呀，啊，这个肯定是这样。或者是这样，总之要把二连到三那里去。慢慢解谜，是的，我是无敌的，不要怕。为什么这个？这样二这里就不通了。可能是不是依旧有问题啊？啊，一应该是这样，是吗？嗯，好像也不对。一如果是这样，那么一的那个地方是通不了电的，所以一只能是这样，或者这样。
再扔着，妈的，你我等不及了你。二的这个地方他没通过来。二的右边到底应该让他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啊？二这样走的话，这样走的话依旧通不了嘞。说起来，一能不能啊？一可以这样，一可以这样，这样的话就不从二上面走。二这样走的话，好像死路嘞，传不到三那里去了。哎，这怎么回事？哦，哦，确实可以，确实可以。我还想传不过去了，他从下面走，他从下面走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右上角那个亮了，啊，OK 了，OK 了，OK。对，沉了。我去，这直接送进去了。MP5，这个冷冻室的那个东西去哪儿了？我要那个东西。是我错过什么了吗？热成像仪去哪儿了？吃个药。哎，那热成像仪不要了。改过了，他们怎么这样？不是在冷冻室吗？他骗我，狗逼！再去刷三级，三级在哪刷来着？配电，门禁卡二级啊，这边。Shit。不是操，还挺快这个，呵呵，这个还挺快。系统是啊？哦，在这儿你独挡一下，他就不会追进来了，因为他看不见你了，被重置了，被重置了。那再搜刮一下，这俩人他妈埋伏我是吧？耶，被发现了！
到底有没有发现？好像又没有发现，没有完全发现。好，哎呦，操！刚用掉一个，这里又来一个，nice。谁在嗯啊嗯啊？哎，火药给挺多，啥意思？然后多做点狙击子弹吧，是吧？这里宝藏没拿，对，上面有个，上面有个，哎哎，啊这儿，这个也是个扩展代币，那上面是哦这样的，复写设备哦培养室，然后让我先回去了，但是上面还有这个房间没进去过，解剖室不知道怎么开。哇，给那么多，看来步枪有大作为了。翻阅，哦，给那么多，真大方。智能，哦，对对对，等一下，是13级。存了一下，存了一下，说明有情况。还有个破片手雷，嗯，这4只一定要全干掉，是我包放不下了。破片手雷扔掉一点不就完了？都差一发。Need a wrench to get this open. Need a wrench. 我去。嘿嘿嘿，得多把这个放进去。其实这个弩枪也可以放进去了。文件说了吗？哦哦哦，留在实验体的体内啊，也就是说，刚才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再生者，他杀了以后就会掉扳手，必须全杀了才行。哎呀，
个，这怎么四个呢？弩枪放回去，这里四个有一个有，是有一个有，嗯，哎呦，雷太多了呀，我扔点雷。这个热成像已经找不到扳手了，热成像仪它只能看热的东西，扳手它不热啊，送。是谁？啊操！还真的，一倍镜。这，哎，我操！这手贱嘛，完。但是还得全杀。绿草，一会儿捡啊！哎，这个是可以捡的，十一发，两颗紫宝石，打完捡宝石，是吗？啊，就是不是扳手的那些人藏了宝石是吗？好歹藏点啥，不能让你白杀，不然亏了。是哪个藏了扳手？这边还有个雷，是这个呗？啊，这个确实能看见有个扳手。等一下啊，站到稍微，刚才我已经打到了，但是没他快。操，手雷那么多！下午好 ，Citizen。哎，这个好打哎，因为他不动。能够都这样不动就好了。紫宝石，这不一穿二，甚至可以穿三。没有做到。一会儿杂兵好多，下午好。嗯，哎，两发橘子弹，刚才还有十一发呢，就全没了，好快呀！嗯，子弹有点少。
来了，同志们。发生什么？什么东西炸那么炸？这么大力气？好了，Retry boss， 怎么不刀了他？没看清楚。好了，现在雷不用那啥了。嗯，辅助一周目三小时就通关了，你真的是一周目吧？我怀疑你是伪一周目。好了，没东西了。一发子弹。其实应该塞进那个钥匙卡以后，直接跑过来在这儿扔雷，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对吧？有个金蛋。顺便把宝藏拿了。等一下啊，等会儿回去，先把这边门开开。我操，这个有点害怕。这个地雷枪定一下还是可以的，或者用手雷炸一下都可以，先把它定住，然后穿过去。哟，这人还堵门口了。哎呦！哦，哎，再见吧。从这儿开始。
啊，也不是不可以。哎，等一下。那边翻错了。橘子子弹。还可以，这个一枪两个嘛。我操！这就是要在他这个站起来不动的时候，把他点掉他。就是现在。一枪三四个非常爽啊！哎，这还是剩两发，看来这个地方就是剩两发。好啊，用 MP5 打橡皮人好很多。为啥 ？MP5 也可以装那个。互相，互相扔雷以示友好。我的小刀要留着点呢。哎，这把打的爽多了，是不是？连三背景都能装。哦，你说 MP5。这个还是送回去吧。
这是能打的吗？啊，不能。没事。没东西啊，中间这颗雷已经拿掉了。行吧，拿走钥匙卡，然后这边的两个箱子，枪子弹都是上膛里了。哎呀，是钱呐！这闪光有点碍眼，它不整齐。MP5 有穿透，可以装进。哦，这个仓库，这个商人还挺远，那还得回去。刚才有没有箱子踢掉？没踢掉呢，好像没有了。回去路上好像还有。哎，等一下，我看到东西了，刚才居然漏掉。他怎么这次都不提示？好阴险！下章开头就是商人。不，我还得回去拿那个宝藏来，我不知道那个宝藏怎么拿到。他堵我这儿是吗？这个确实是乱动的话，还是 MP5 好点。别走了！他倒下有点难处理。我操，真难打！耶，怎么了？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Shit！ 说的有道理，我这个区域还是伤害非常高的，改满了你。好了，狙的子弹瞬间就没得了。行吧，没了。配电杆，这应该就这俩吧？为啥都没有电？哦，它是这一半有电和那一半没电，是这意思吗？懂了。切一下，不是都有电，是一半有电，另一半没电。这个房间我觉得里面有蹊跷。是个啥呢？这不是开或者关的问题。是个金砖，对，切换区域供电这是。没了，
还有东西没拿吗？还存了一下给我。行吧，存一下也行。然后是这一边，这半侧。那这半侧的这个东西是啥意思？冷冻室。这半边已经不需要有电了。整到那半拉去看看。冷冻室。错，这边。看它有没有哪一个是活的，好像没有，甚至没有一个里面有东西。以前就是撑到冷冻室拿，就可以拿到热成像仪，然后就可以杀了，但是现在不行了。那知道了，应该进来以后先不要去管那个卡的事情，先过来拿东西，搜刮完了再搞卡，还有包括这个也是，会不会有点冷？冻猪肉没了，走吧。这是啥？配电杆，那就没东西了。哎，商人，Hello。也扳手也可以卖掉，才500块钱，切，真的是。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MP5 的子弹卖掉吗？不卖掉。A deal well struck. 对啊，还没打完一周目。Anytime. 打字机，挂上那个这个东西。Welcome. Ooh, what you buying? 回头回来报仇的时候又被吓一下，是吗？I'll buy 没有，almost anything. 60现在变70了。Thank you. Pleasant travels. 修，我这弹药挂件挂了呀，刚才挂上去了呀，挂上去卖了，然后又换回来了。我想买一个这个大物资，然后核减支的什么？我想火药有点多，要么栓狙升满，然后高级改造。对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刚才那个再生者直接给我打崩了。7+8，其实狙的子弹也够，那买还是不买呢？不是很想买。远程马格南，对，远程马格南。
Get yourself. Good morning. 要不就让他留着吧，火药。终于打通关，打了14小时，那么快，好快，哥们儿好快。MP5， 他这个格子占的好多，真的好多。哎呦，我好像血有点少，刚才打就是刚才那两个再生者，真的是打得我非常难受。这个其实已经可以卖了。好久不见，谢谢，好久不见。拘留室还有一个宝藏啊，走。一般是冲锋枪。和狙互补一下再生子弹，咱要互补一下，就是打再生者的地方会给你补狙击和冲锋的子弹啊，你可以选择 MP5 开路，1000块钱，这个是 Ash 可以躲的东西吧？难道说栓狙打橡皮人送错笔，容错笔比较低，还是连狙好打？那打错一发，它一样是一发子弹，只是说你的生存概率更高一些，因为你可以补救那个栓狙，万一打空一枪，有可能就那个啥了，又被咬了。连狙可以补救，但是打空子弹一发就是一发，没有区别。来 ，Ashley。完了已经。Shit. 注射，注射。哦呦，明显改善！我操，这太灵了，这不是一般灵，快用那个内窥镜。快用那个热感应仪看看 Ash 身上几个虫子，给他打爆了。You're gonna be okay. 哎呀，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怎么办？对啊，你热成像，一看一眼，艾雪身上几个虫子？张杰成绩12虫 ，OK， 2小时40分钟，新纪录呢还是？我操，命中率奇高，90%。保存一下呗。
稍等一下。